来 ，Evan 谢吗？1881年获得专利。1881年这一年非常有趣哈、哦，所以谢的这个获得了专利。然后印度大吉喜马拉雅大吉岭铁道是1881年通车，还有呢，瑞士的那个国道就是一样，跟独立山绕三圈那一条铁路也是1881年通车。还有呢，对，我们大清帝国啊、第一条铁路哦，唐系铁路。也是1881年，所以1881年，非常有意思啊，好，那所以他叫谢，就是发明人是谢的关系。那总共有2770辆啊、哦，各种轨距尺寸大大小小都有，所以有比阿里山还要小的，也有标准都有啊、哦。那主要用在美洲，那么762。这我们阿里山的轨距是这个哈，762厘米，就是2英尺半哈，2英尺半的轨距，主要就是卖给台湾的，好，卖给阿里山。那台湾共有21辆，啊，进口21辆。那我们是亚洲最早使用的地方，好像菲律宾也有，到底是比我们早的来讲，但是呢一点重要性都没有哈，对。那阿里山呢，也是全世界这个蟹在作为产业使用，就是它一直有在栽牧场，哦，一直到最后还在使用的地方，大概到民国70年初都有在山上在林立，哦，对，也是最后使用的地方，哦。可是台湾刚才也讲了哦，我们只有一条这样的登山铁路，所以只有阿里山，台湾只有阿里山在使用，其他地方都没有在用，哦。那我们现在阿里山到底还保留几辆呢？哦，是世界单一一个地方保留最多的哦，就是阿里山。哦，当然包括嘉义，我一直说整个布线啊。我们现在留下多少呢？15.5辆，哦，15.5。你下面呢？因为15号，因为这笔成口这个维修组上半部被烧掉啊，15.5辆。哦，那它这种有齿轮，虽然粘着力比较强，是可以爬比较陡的坡。另外呢，它下来有一个曲柄，它曲柄你看起来好像是，其实它不是一根，它其实是这样子，所以可以这样左右动。那所以这个左右动的时候，它可以过比较弯的弯道啊、哦，所以它适合在像阿里山谷这样的地方来使用。好、哦，那么大概1900年到1920年是它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阿里山也是全部都在这个时期。好，那在台湾大概13吨1辆，那个是当初在铺设铁轨的铁路的时候的使用，后来就送到日本去，那早早就不见了、哦、那18吨的有8辆，11号到18号，其中有一辆在1912年通车前就是在奋起湖那里摔下来的、哦、那辆到底是几号不明，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就是12号到18号。那28吨的有12辆，从21号到32号，那现在呢，就是27、30，哦，这2辆不见了，哦，27、30不见了。那这2辆为什么到底到了哪里去呢？也不知道，哦，所以这个一直都是我那个，也许风大，下一次会给大家解。啊、哦，那这个就是上次那时候26号在跑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有3辆，现在可以跑啊，25、26跟31、30了哈，3辆。那26号是烧煤的啊，那25跟30是烧柴油，而且呢还有电脑控制，所以老实说，那个已经不是旧车了，已经是新车，所以原汁原味是只有26号啊，可是26号现在都不太动啊，因为每次它一烧煤。我们嘉义市民
就很有环保概念，就一定是九级的，加九一块，哎，环保这边。好，那这个十二号，这是十八吨，好，大家看看好，所以这是十八吨，好，十八吨就是全世界的蟹大概都差不多长这个样子。那我们二十八吨是比较特别的，好。二十八吨跟人家不一样，包括跟十八吨也是一样。那基本上就是上山的时候从后面推上山，前下山的时候在前面摆，所以它车头一直朝着嘉义侧。好，伞形齿轮的位置跟大家不一样，那没水会有加大。烟囱它摆你看的十二号，我们叫钻石型的，它改成跟人家斜的，好，斜直型，斜直筒，斜筒。那大家其实不管了，所有的车都有加装这个美国 CU116 型的这个震动式的刹车了，哦，所以这是台湾最早完成，甚至我也可以讲啊，包括跟当时的日本，就是全最早全线都加装这个空气贯通刹车系统，哎，它还有加装预热给水器，还有加装油箱，哦，啊，另外呢，大家注意的是，在初期的时候会换一次火车头。但几乎要再换一次火车头，好，嘉义到竹崎是要十八吨，好，那从竹崎到奋起湖二十八吨，奋起湖到阿里山还是二十八吨，阿里山再上去到年月或者到东浦十八吨，好，好，那这叫二十八吨，二十六号，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是伞形齿轮，它这个就是直立气缸，刚才有那个人在问直立气缸的，这个就是直立的。普通气缸是横的，好，哦，那这个是直的，那直了以后下来以后，这一根就是曲柄，好，哦，那这一根它会带动它，所以曲柄是火车这样子走的时候，曲柄是这样子走，这样子走，所以这样子转的时候转动这个齿轮，那这个齿轮再去咬车轮上的齿轮，哎，所以齿轮又变成这样子走，好，哦，那它这个方向，这个在后面，十八吨的在前面，也就是说。它真的在主动转的时候，它们两个车轮转的方向会相反。好，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二十八吨它是要推得上山，所以它方便它推得上山，所以它把它调过来。据说跟它这个前，在这里火车是有一个在操纵，我们叫做方，它是操作前进后退的，所以它这个事实上是为后退。那它如果后退的时候，拖动时间翻动一点。他去加十滴，我说肚子加，他应该就挂。他说肚子好像要切腹自杀了，哎，所以呢，他把它调过来以后，他可能他往前翻，把那个前后那个方向的那个往前翻，你可以肚子。好，然后你看烟囱变成了这样，没有那个好钻石型的。这个呢就是预热给水器，好，跟预热给水，没水柜就加大，好。不过这个，而且我们去看，我们现在摆在北门那个十三号的时候，就是很大，好。哎，老师，咱今朝就好。嗨。我问你，我呢，阿姨，环境隧道道，你需要你唱台湾话？你说几号？序号。序号。跟你讲，你是哪个？他的序号定在哪里？贴在哪里？刻在哪里？啊，最前面。什么都找不到。什么序号？每一辆我都说有序号啊，就是他身份证号。哦，你是说他出厂号，还是说这个号？哎，长在哪里？他是这个名板是说在旁边的驾驶室的下面前面这里。不是。那，啊，你讲的是他的制造的号码？编号。嗯，不知道。往在下面对了，说太多话了。因为他每一辆都有，对，因为这个找大才能查十三号到底在哪里。哎，因为需要对号码是我们台湾台的，对，没有错。台湾马才台大，哎，但需要跑不掉，对，就不知道在哪里，哎，不知道，哎，那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哎，那台湾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应该有吧？对，啊，你那可能有带点，带来乘即十三号一样的，应该乘挂牌，要乘挂十三号跟十二号这两辆要认真的查一下。哎，代表的是什么？对啊，谢谢你这个好问题。不是啊，我问了很多人，都是专家，但都不知道。不知道，但他不晓得他存在哪里。哎，
有啊，应该说是他一出场就有。对对对，为什么没有了？哎，对，哎，对，哎，二王，二王的他的出场好，哎，就是他的。电影都没有看，他这个就是那个邮箱嘛，哈，是算算时间，那这张是给大家看，就是所以那边往这边吹，好，所以它就是吹着上山的时候，好，它就往那个边吹，所以它就是山上的好。那其实我们也曾经有用过，也尝试要给它用柴油车了，但是这几辆都不是太好用，所以后来一直做让政府一直跑，一直跑。一直到后来那些从二十几到25号开始，好，那些柴油火车才开始，好，那因为柴车刚才跟大家讲过，好，哎，所以基本上柴车因为它长是这个样子，哦，下面都没有，哦，对，所以这种看起来像骨头，对，又叫做骨头车，哦，skeleton car，哦，哎，啊，刚才对，已经看过，因为木材大概就是这样，哦。那比较长的木材就这样，所以刚才要来听它的两部车才要这样。木材那么重，要什么方法把它放上那个台车？集材机，集材机，集材机，那这个台兵，另外其实这一辆也很重要，这个是，柴客，啊，柴客。这一辆是干什么的？这一辆就是给那个伐木工人坐的，啊，还有以前要去爬玉山的时候，啊，在那坐这个车，一直坐到爬哪家这样，哎，好，所以这个车其实也很重要，好，哎，那后来从民国52年开始引进的中兴号，中兴号也有服务小姐，还是阿里山铁路最快的缆车，哦，记录2小时53分，好，我现在大概上阿里山那时候陆客很多的时候也都要2个半小时以上，就差不多时间算是差不多。那罗东林点也有，那就是中华号，对，那现在有两辆就还给罗东放在古场，不过那里面其实有一辆是中华号，那我们这边的放的有一辆是中华号，哎，这个叫中兴号，这是第一代的，你看它上面一个灯的就是中是第一代啊，它的两个灯的就是第二代，哎，这个中兴号啊。然后这个绿色这个也是罗东做的，好，罗东做的，因为罗东比较早结束，好，对不对？哎，那这个哈，哎，都是哈。然后这个是那个调理车，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哦，就是贵宾车的，哦，哎，那这个就是给皇室坐的，哦，皇室坐的。那蒋公上山的时候也有坐这个，哦，蒋公上山也坐，哦，哎。那我们现在讲的快步车厢，但是后来又新坐，哦，还有新坐，但这个也很特别，哎。好，那因为木材的关系，因为林业的关系，所以我们嘉义也有很多嘛，哈，哎，一些重要的建筑，哈，哎，啊，林业俱乐部了，哈，这些就，好，那我们林管处哈的办公室就后面那一边，啊，其实很多都还是木造的，哈。他宿舍啊，他现在变成了我快意生活车啊，哎，快意生活车，哎，好啊，玉山旅社，哎，北门车站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些我就快速的浏览掉啊，哎，好，一师二业，给大家里面就做这个模型，这个刚刚是刚刚讲说没有不跟真的差很多了哦，哎，好。那，啊，当然，最重要就是这个哦，赏花亭跟制裁工厂哦，哎，
这个就是要吊那个的关系。其实它下面要有这个洞，据说以前这是可以通水路，木材可以从这边过。好，啊，这个就是制材工厂，后来变成什么竹艺工厂，啊，现在又收回来，有可能有在，因为最近一部有在整修了哦。那比较可惜就是里面的那些制材的机械都不见啊。那当然，这个发电厂啊，就是动力室，这个很重要，因为那时候台湾都没有什么电，所以自己要有一个发电厂。哦，啊，这个是很早期，1913年的时候就做了。钢筋还有水泥的哦，水泥的这种建筑哦。不过当然很可惜是它的发电机也不见了哦。它嘉义火车站，当然这也是古迹了哦。对，那最特别就是哈，我们嘉义这个第一月台是唯一可以同一个月台两边不同火车的地方哈。哎，哦，而且这个哎。每次在看这个，在看到大家这个，好，所以这些都是对，坏哦，错误示范，错误示范，好，对，大家都常在这些，还架这个哈，都忘记了哈，高压电哦，都忘记这个，对，好，所以今年在办的时候就有展示了一下，我都不让大家站在这个上，哦，对，好，那就是。同时有这两种火车啊，那北门站当然也是被列为古迹了啊，那也幸运了，因为有这个洪都的关系，所以让北门车站又恢复它原来的功能了哈，就可以变成上下车的地方。好，那还有交接，还有交接，这个其实是讲的是通券啊。对，那以前。大概民国62年的时候，因为阿里山上山人很多，最后来做了新站。好，那后来就开始，在民国84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开始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时候开始，大家才比较重视这阿里山铁路它的这种的这个文化的哈意味的，开始才会注意这些事情。好，对，大家这一栋就是对洪都啊，他就是当时候就是不能在现在想的想不通，他如果当初咬牙就继续做下去的话，对，那后来人家顾客这么多来哈，光山上的那些也有相当的收入了啊，那现在旅馆可能早就开始营业了，那你大伙看他爸爸了哈，对，就想不通当初他为什么那么坚持啊。然后竹崎车站啊，那也是木造的车站啊。那竹崎车站是最，因为它保存最完整，我们以前的那种哈售票口的样子啊，那小小的一个啊，小小一个洞这样啊。哎，那奋起湖，其实奋起湖车站是最，它那是后来才要建，所以以前也是没有建的啊。哎。那当然，就后来又把它整修了，整修就失去古味了哈。然后大家就说，每次就会讲到奋起湖便当了哈。那以前那时候就真的这种普通车的时候，上下车就中午就在这里。它其实除了刚好是中午以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刚才跟大家讲了啊，因为那时候蒸汽火车的话，要在奋起湖要换火车头，所以它停的时间也会比较久，所以你比较有时间去买便当啊。那我们后来改成柴油火车头呢，也不用换火车头，可是也停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后来就大家就在买最方便的车站。那奋起湖其实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这个车库。那本来阿里山是有三个这样的车库，就是北门一个，阿里山上一个，奋起湖也是一个，三个。那现在北门的也不见了，阿里山的也不见了，剩下奋起湖。哎，那这个很重要哦。刚才讲说要换火车头，它28吨，28吨总共有12辆，那这里就有8辆，哎，这里面可以放8辆，有8辆，21号到32号，29号，没有19号，有一个18号，还有一个29号，好，所以这里就放了8辆。这样，好，所以它一个要一个大的车库，
那也因为这样子，好，那但这边是煤炭，好，这是加煤炭，好。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分子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继点。好，那刚才这边换火车头，所以有这么多的火车头，所以它有很，它需要很多人力。哦，那我们欧大也是这边出身的，哦，哎，那因为这样，所以你，我们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阿里山铁路的这些老员工，一开始都是从奋起油开始，他从奋起油开始做，然后慢慢才调到哪里，调到哪里，这样慢慢调，哦，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从这里开始，他可以，你可以讲奋起油其实。当然，它发展的很早，但还没有铁路以前，它就开始已经有居民入住了，好、哦，嘿，可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铁路村落，好、哦，一个铁路村落，好、哦，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你到高空索道的那些地方，你就不会有找到像奋起油这样的一个村落，当然它不需要，好、哦，因为它就都是一直用那个索道，好、哦，所以它就不需要。好，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色，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以外，他那时候因为阿里山铁路常常不通，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他就赶快先把阿里山的木材，可以的时候就先运到奋起，然后再慢慢可以再从奋起再运到山下，哦，所以它也是木材的那个哦转运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奋起油自己也有轮班，也有在那个哦，啊，哦，哎，他这个就是车库里面，他应该可能是八号跟二十九号，哎，好，他这个就是那个煤炭这样，好，好，那当然山上哦也有很多哦，像阿里山金馆啊，哦什么的，哦啊，旗山和博士的金峰碑啊，哦，好。哎，那我们阿里山的特殊性，哦，它就是阿里山它是没有用索道接，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有索道这种东西，所以它那车完全都是用登山铁路的方式，使用了螺旋线跟折返，哦，使用了特殊的线束的东西，哦，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刚才也跟大家讲过，因为索道它的载重有限，没有办法载比较大的石，那。你那些神社啊或什么需要规矩，那每次就来记起来，他才会讲有善。那这样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从阿里山运。所以为什么我们都只有听到，哎，阿里山没提供给阿里山，但没有听到什么太平山没提供给中国家族。好，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所以怎么样？你要找特殊的木材，一定要来嘉义。哦，那一定要来嘉义说好的木，所以相对的好的木材，我不管是在太平山的或哪里，好的木材我也要运到嘉义来卖，来卖到好的价钱。好，哦，所以为什么嘉义是林业首都，会比地位会比罗东会比丰原还要高？当然，第一个是阿里山是第一个发展起来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好，啊，这就是不同的运输木材的方式，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好，啊，哎，所以我一直讲说，你要去讲这些林业，然后这个跟地方的关系，你这样去讲的时候，你这个文化才呈现出来，哎，然后才有所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哦的角色哦，哎，就是阿里山开发最早，木材集中在嘉义，那我们又有最大的制材工厂，哦，对，而我们最早台湾最早的农民学校，哦，就是卡诺，哈，哦，哎，卡诺比家中家女都还早，哎，哦，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有木材街，对不对？有艺妓。他都有睡衣啊，给，哦，刚才讲了，但是延平街还是南景街嘞，哦，那种叫小巷啊，哦，就前门后门啊，哦，啊，那个过后面来两包，就是赶快从后门溜嘛，哦，对，
所以有这些哈、哦。但是我们现在还怎么样？我们在延平现在的一起哦，还有一些在卖蛇肉的，对不对？对。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的。那刚好嘉义又有两条行业铁路，哦，就是埔子线跟北港线，所以包括云林还有嘉义沿海的。那因为嘉义这里开始热闹，有木材呢，有林业，所以那边很多人就来嘉义来发展，所以也带动这两条铁航铁的发展。好，所以这两条是最赚钱的路线，包括当然也有跟妈祖也有关系了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也带动，包括那边的人口往嘉义，包括下面的孙爱的是木材的，对，它像是口炉还是那种哎。啊，可以进口，可以进口，哎，金炉，金炉，就还有口炉箱上去的，哎，口炉箱是，哎，金炉，这一排是盖的，哎，哦，这个就爬到了哈，这个我去甲子园拍的，哎，哦，看到大字，看到是嘉义三叶石匠，就是现在的家商，他最早在现在的家商那里。啊，怎么知道关照民生南路？那已经很后面的了。哎，那阿里山就是火车可以一路开上山。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开始也开放眷属可以到山上去住。所以到慢慢山上就发展起来，所以你看也有什么乡民国小、乡民国中，那其他山上没有，啊、哦，那生活技能很完整，哦，所以他为什么？因为后来可以转化，马上可以转化成观光。其实当然这是后来，从在192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有观光了，哈、哦。可是山上也有学校，也有寺庙，哦，那有什么那个那叫什么？做工啊，做正工，做正工。它其实还有寺嘛，就是阿里山寺，就是叫碧云寺，慈云寺，你还叫阿里山寺。那还有一个阿里山神社，阿里山神社就是现在的那个博爱亭啊，哎，啊，哎。那樱花呢？樱花也是因为一开始是艺妓在嘉义种，哎，艺妓在嘉义种，那种了开一次花以后就不再开花，因为气候不一样。所以后来想到说，那我们在阿里山上跟日本的气候下，哎，在阿里山上的员工大概每个人就出资一块钱，我认为一块钱很大哦，这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美金哦，对不对？一块日币就是一块美金哦。哎，哦，每个人出一块钱，哦，买了种苗到阿里山上去种，后来种，越种越多，哎，就长出来，就这样，樱花红，哎，所以都是这样子的，啊、哦，哎，按寿正宫，啊、哦，对，神爷了啊，哎，好、哦，啊，慈云寺，啊、哦，啊，对，慈云寺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太皇要送给他那个高僧，哦，说那个佛像。哎、欸，哦，我有照啊，但是里面很暗，所以失败，所谓照，我们就照失败，就没有照，就很难看。不要在里面，哦，可以进去看。对，他说你要给他供奉在日本最高的那个佛寺里面，我们日本最高的佛寺在哪？在阿里山，哎，所以这样子。好、哦，他的樱花，哦。好，那奔起炉刚才跟大家讲哦，所以不是只有便当，它本身也有灵方，汉人也很早就进来开发，所以呢是台湾各林场唯一的半山腰的聚落，哦，因为其他都是索道，哦，所以不会有人住，哦，那所以也是唯一的火车中途的转运站，木材的转运站，哦，那竹崎的话。它的位置差不多相当跟竹场或者是深流的位置差不多，可是竹崎又不是一个林业的聚落，哦，它等于就是跟我们台湾一般的农业聚落一样，哦，哎，但是深流这是一个纯粹的林业聚落，那竹场呢？竹场根本就不是聚落，哦，那是，太平山下那个竹场就只是一个工作站，哦，根本连聚落都没有。哦，那在竹崎要换火车，啊、哦，哎，
那北南呢？北南应该是我们嘉义里面大概文化，因为气氛比较好，环境也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哈。哎，那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其实这些都很，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车辆，可惜都没有到。当然，中兴号，啊，这个呢，这个车叫做前老车，它就以前呢，像蒋公他要上山去的时候，这个车先开在前面看，中国才进来，哎，那个贵宾车在后面跟着。那个是雾造的货车，哦，所以这些车其实是有它的价值，但是都大概挺烂的，哦，对，哦，然后这是我们里面，哦，对，开始慢慢办活动就受到大家注意，然后现在就有人练这些车子在里面，大家熟悉，好，那这个管车牌其实就是给。我刚才讲的十五号不过这个地方，我稍微办啊。这个转车牌是给中兴号转，哦，给中兴号转，因为中兴号它只有一头有驾驶室，这一头没有。它有时候这个车子它要当做这一头用，我是要把它转过来就不能转成这个颜色。好，哦，这个中兴号，好，哦。那所以刚才讲哦，所以我们说。在嘉义，每次我们二十六号要烧煤的时候，就有人会去检举。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那是日本的，哦，那这就是全世界环保最重要京都议定书，哦，大家签订的地方，京都啊，哦，在京都的市内，哦，你看蒸汽火车在那跑，而且一天跑好几班，哦，所以我在京都这样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听到。对啊，所以人家蒸汽火车就可以在京都市内跑，为什么我们嘉义市不能跑？那弯是北越京啊，那一般叫头都脱离啊，哎，三一本线。然后这个呢是我今年去，这个是纽西兰，哦，纽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它这个是那个蒸汽的那种，哎。蒸汽的轻轨，哎，蒸汽轻轨，啊，这样子，哎，现在也是在奥克兰市区这样在跑。所以我的意思说，全世界人家到处都可以让蒸汽火车。那刚才大家也看到那个，当然华盛顿山那个是在郊外，我现在举的是在市区的例子，哎，啊，哎。所以刚才也有人问我，那么阿里山铁路是不是世界三大登山铁路？当然不是的，哎，那对于台湾林业或林业的影响，但影响深远哦，因为它是石虎，哦，没有阿里山的就没有后面的这些发展都没有。可是呢，对阿里山的通过呢怎么样呢？哦，当然这个是值得去讨论的哦。那它当然有维护上的难题哦，可是它观光上也是有价值哦。对阿里山的通过。这是那个，就是开发阿里山铁路，何博士他自己吟的诗，然后古今步入翠微城，翠微城就是森林，好，哦，好，哦，大家拿着斧头进到森林里面，哎，哦，哎，我先打破纪录，现在那个电脑很讨厌，每次都改来改去，要改来改去，伐晋，这个晋应该是那个晋，好，哦，伐晋千年古墓。而且他当初他最早来到阿里山的时候，他也没有房子，也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拿石头当枕头一样，哦，拿石头当枕头，他地上的苔藓就好像草席，他是躺在那，哦，他那些东西现在都不见了，对不对？只有山上的那个流水的声音，哎，这个跟以前不一样，哦，这其实和合适代表他自己就已经在感慨，已经。完全都改变，哎，其实何思佩啊，他本来的意思，他是希望能够永续经营，啊，他其实是希望经营。不过那时候的日本政府就不允许他经营，那当然后来国民党来了以后，还是一样继续把它，哎，哦，能够砍就砍。其实那时候也有人跟蒋公讲，说，其实那个尼龙皮非常值钱。你应该要减产，或者像现在 OPEC 一样，哦，
对，都就是你石油要减产，减产以后是涨价哦，对，一样的道理。你一个减产，但它涨价，它就叫你通膨的收入还是一样，是值内，对，哦，不是讲公的利息，哎，而且继续涨。哦，那路线因为常常会坍方，所以有时候它就会怎样？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不太一样哦，就是原来的短隧道，它就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长隧道哦。它，啊，这里还有一个一些通风口哦，可以换气的哦。那以前每次都坍方中断的时候怎么办？中间就有吊桥哦，它，啊，就火车开到这一头，这边开到这一头，然后旅客下车过吊桥。啊，对，对岸去，再重新搭车再走。好，哦，那时候皇都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在那个樟脑楼那也是这样。好，哦，那当然这个吊桥现在也不错。好，哦，那这个樟脑停车大厦最容易坍方的地方，而且就做了很多这样的零隧道，它在一直的坍方下来会压到火车的。哦啊，所以这里一再的踩一再的，但是有没有上次莫拉克来又把它都整个都冲掉了，哦，所以现在呢，哦，做了一个哦，非常就所以号称说全世界甩轨火车最长的隧道，哦，1200多公尺，1200多公尺，原来最长的是在那个刚才有看到那个高加新的啊铁道，它那个也有1000多公尺，哦，对。那其实这个不重要，多长其实不重要，嗯，重要是说我要做这些来保护，因为长城会坍塌，哦，也是重点工作。那当然现在来讲，哎，这里对樱花桥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地方，很多人都哦，对了，尤其中秋的时候，哇，哦，人山人海，啊，当然游客会来说，啊，嗯。哦，大家很关照，拍来拍去，好，哦，它也有这个，哎，拍婚纱照，小田也是在这里拍的，好，哦，对，司机中大，轰炸，哦，哎，御用，但是就是地太小了，哈哈哈哈哈哈，哎，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就是从林业来看的时候，啊，当然主要是运输木材。好，啊，那我们登山，台湾有这种两种，有登山绳跟高山绳，高这两种运输木材的方式。啊，两种都有，啊，但是两种有差异。那刚才跟大家讲，我为什么在阿里山的里面去，特殊的规格的不同差异的差异，都是因为这样，还有林业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哦，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哦，就是。当然，后来都是用公路运输。那公路运输的时候，速度更快。可是呢，结果更差。为什么？它很快就把树都砍掉，然后很快人才就废掉，哇，大雪山哦，就是这样哦。所以林业也有特别的地方。像糖业的话，我今年种甘蔗，真金对不对？哦，而且采今年采收再种，明年又可以再采收，那木材没有办法，我种下去最快也要30年以后，哎，哦，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在这，哦，哎，所以你快没有用，你要让它能够生生不息，这个是重要的。那阿里山上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是以太平山啊等这些工作到很多，哦。那包括奋起跟扶起跟非常深浓也都不一样，哦，这些东西都是因为运输的方式不同而造成的结果，哦，对。那刚才大家讲了，所到的成本是确实是比较低的，哦，成本是在这个，那所到的效率是不是比较高？没有，哦，大家知道哈，从平田山的例子大家知道，其实上下山的速度是差不多。但是维修比较容易，哦，那差别就是，就刚才也在可以运大型的机器和物，这个造成他们最大的差别。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登山铁道可以变成马上变成观光铁道，哦，那
因为有这样的差异，而且台湾都有，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两者并存。好、哦，就是登山铁路跟高峰雪道两个都一起合体，这样它整个的完整性出来，还有它的差异性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才是最好的、哦。那登山铁道跟石灰铁道差别哦，石灰铁道距离短，像刚才讲的那个，华盛顿山它就三万，那像瑞士的那些最长最长也都是十几公里，很少超过二十公里哦。石灰铁道最主要是在观光客，它几乎没有用在产业，那为什么？因为太陡了。你要运东西其实不太好运，哎，还有呢，它的运输量很有限，因为它能够那个，我就是火车可以比较牵引力，太陡的时候牵引力受限，所以它运输量很有限，对，比较贵用在产业。但是磁轨的话，它就不需要折返，不需要螺旋，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它跟用跟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认为不管就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跟观光两个的关系来看，还有跟沿线地方的关系，这几个来看，是叫离别比较好呢，还是叫生离别？显然是叫离别是比较对的，叫生离是一个问题，因陋就简来的方式。好，所以如果我们在考量怎么样来申请世界遗产的时候，应该是最好是以台湾的林业或台湾的林业比较来做一个范畴。那、因为我们是世界重要的物产的产地之一，好，那也是我们台湾重要的产地。那第一个在这么陡的地方来开展物产的地方，好、那我刚才讲嘉义就没有了那个竹木神，可是罗东也有。车厂也还在，所以像嘉义、罗东、深农、东势车厂，大家可以互补。哦，车厂就是丹大山哦，那个从深海频道，哦，所以它那里这样，这个也还在哦，那个天车啦、竹木池啦，那些都还在哦。那集材机该讲哦，三台都在台湾。那蟹这个蒸汽火车，台湾数量最多的，哦，数量最多的，而且也是。世界上作为产业使用最后的地方，那刚好我们有这种两种形态的运产方式，还有它产生不同的文化，哦，可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好像几个大问题，第一个，高峰索道都不见了。那第二个呢，山上的林场线呢，当然还在，可是都很危险，好、哦、还在。那第三个问题，快木林都砍得差不多啊，哦，都看不到了。那第四个就是制裁工厂跟快木，这主要就是嘉义。那一些民间的工厂其实还在，啊，但是以前的最大的这个啊嘉义制裁事件，也不是不见，还在，就只剩下空壳子，啊，快木不见，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够的。这个竹木现在是文化中心吗？对对对，它那个旁边那个什么，就是有小小的水池，是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最糟糕的地方，都要做假的东西，然后叫做臆想。那个还是那个是就是假的。假。哦，好了，快到了。所以呢，我想大概。我们所要申请世界遗产还是很困难的、啊、哦，那但是困难遇到困难总是要说突破啊，像以前阿里山铁路每次遇到山崩怎样，你就要走路走过去再去搭车啊，想办法走过困难去克服、哦、所以呢，哎，这是张马苗站啊，哎，它就是折返式车站。每次想到这个折返，我就想到那一首诗，哈、哦，手把青秧插马娘，低头便见水中天，精心修行方为道，
退后原来是向前，哎，我折返了是吧？老师，嗨，后面这题，对，因为折法是用古语讲的，嗨，对，对阿里山，其实我俩台语讲，阿里山铁路走过来是那个阿里山铁道，其实这要讲折返，台语讲折返，话还话得到了，台语讲阿里山铁道，你讲你又讲了，这句台语一根刀，我上一胸。就强调阿里山铁路，其实要讲阿里山火车，大龙茶叶公园，哎，这个是咱的珍贵，咱家里的特色。哎，谢谢，真的，好，谢谢啊，阿林，哎，阿总感觉大吉大利，阿弟在这里一笑，谢谢，宅邸语，这是青蛙嘛，哦，阿青蛙打错了。他这里是刮到吧？对哦，对了。请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啊？来跟我分享一下。他说你需要他看到啥的？你没有需要，你要当确定了。对啊，高兴啊，高兴啊！你这个叫十三十二，你当上国际联谊，他不好比过哎，专家来一两万哦，还每天报。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无这需要，你无人能肯定。演的演的，就是这只。反正应该一个机会在别人听，太巴适不了。好，谢。你那刚可以上国际没？东大哥，刚才那个张大哥讲的哦，张老师讲的，其实阿里山是美国，那个美国的阿纽的老师嘛哈，他以来的需要加到这程度，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嘛个人爱来。看下你，到底讲伊个生产，对，生产对，大家拢有啦。你放问我，其他全部。伊拢四个号码，包括你到讲迄个什么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拢有。啊，这若是讲恁哩讲，迄就是讲迄四号，伊嘛是，人哩讲就是讲十二号为啥物判定？伊就是讲你讲你十三号辛苦啊，啊，你若十三号即摆要离咱嘞，咱嘞迄个嘉义收购园区啊。咱台湾人伊做包的，拢会开包。真的。哦，这台吧，这四号全部辛苦，伊是阮的阿里山铁路，包括财务机关车哦，我连讲我十一月十四，明仔十一月十四我来讲，我提的四号阿里物件，叫大家看卖啊。我来讲，车的本身就更好。啊，财务车有啊，财务车就有了。谢谢欧大，所以欧大意思都一百四，这卖十三号应该是在那边。伊是嘛是安尼讲啦，十一月我问伊个也是，问伊个台中的林老师哦，我搞过一部。是讲这个火车来到咱岛，你知道无啥物门啊？是咱岛硬偏的，是这样子啊。其实是十二号到十八号是直播唔对，啊为啥物有这个十二号？啊为啥物下个月更强？这种非常奇怪的事情，我十月四号会跟大家报告。因为知名东京大学一个哦，一个教授，他为了这个事情特地来到我们台湾，啊找我去看迄个新车，甲看这个物件，我把你照片哦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他张老师讲的那个。制造号码，柴油车油，啊，蒸汽火车，蒸汽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我误了三十几年，还看不清楚啊。好，谢。来，阿伯，咱蒸汽火车需要用的，张家，哦，哎，咱们张家有电梯啊，其他的，各位有什么指教？老师，我想请教一件事哈，就是说目前大概这些知名的高山铁路来讲，它的轨距啊，大概除了台湾目前阿里山升级铁路这条之外，其他还有这个所谓的台轨距距的部分吗？轨距各种都有，那个就是秘鲁那一条，它是标准轨。秘鲁那个高台，秘鲁中央轨道那个，那是标准轨。它我们中国的这个青藏铁路，这个也是标准轨。印度大吉岭那个是六一零，两英尺。啊，这个靠它新老，跟我们一样，哦，两英尺半。它另外还有一条纽基岭，它是914。哎，所以各式各样的轨距都有。那还有像阿根廷那个是宽的，16，
一六七六，哎，对，所以说，啊，美国也有一些是914，914就是三英尺，对，各式各样的距多。那如果是762的距的话，阿里山是最高，762是阿里山。他，啊，那个瑞士那些像少女峰啊什么那些应该是公主峰啊，小天少女峰那些是尼古，一千多少米吗？我估了两多少百一千米，那少女峰工程是80，然后下层是1000，上层一千，好，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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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式各样都有，好。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来谢谢我们的高老师。今天记得不要高兴吗？非常非常好。跟大家预告一下，钟老师那个欧大哥有讲，下一次的时间，11月的课程呢是在11月4号礼拜五的晚上，一样是同样这个时间，我们尽量是准时来到现场。那我们先准时结束，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徐老师，谢谢，再掌声一下，谢谢。跟大家宣告一下哈，我们在场呢，要成为我们的会员哈，我们的一个协会的会员的话，这边有个人的填表的表格可以来哈。再来，我们急切非常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这个故事馆呢，将在12月25号，也就是这个百年生铁呢100年的那一天，我们要在这边成立，所以我们特别的需要我们的志工团队。志工团队呢，我们有这样子的表格填，然后我们要把照片写上来。小天，你还没有交？哦，哎，对，要记得哈，我们要赶快交了，然后我们的团队要出来了，好不好？所以等一下需要表格的，赶快来跟我拿哈，谢谢，哎，谢谢。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准时到这边，谢谢我们的深海鱼，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深海鱼，谢谢。来，邱医师还在讲句话吗？志工有什么好康嘞？志工一定有很多的好康啊，对不对？上次我们有说过了，对，有很多的好康。邱医师，你自己来报好康。一下，你好，我写的，对，赖在一个协会的群组。有，赖在协会的群组有哈，赖在协会的群组里面。好，谢谢啊哈。报掉吧。好，谢谢大家，我们谢谢大家，今天准时结束，我们尽量准时结束，谢谢。谢谢你。